Hello， 我是菲菲，今天又来到了《斗罗大陆》反转专场。这一次呢，我们来个胡亮亮的 cos， 看看是不是你心目中的小狐狸。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。史莱克学院是最强对手。这个女子还真的有点像狐狸哦，脸好瘦小，但是跟胡列娜好像不是特别像。很有女人味，但是胡列娜的头发没这么短吧？亲爱的胡列娜终于老了，久等了。这个是很多人都在说长得特别像胡列娜的真人，是有那么点像哦。才叫英雄，抬头乱一转不休，回首你猜我。我发现女生都好瘦小哦，个个都是瘦成闪电了，但是太瘦了就反而不像胡列娜了。才叫英雄，抬头乱一转不休，回首你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美瞳的问题，我总觉得换美心戴上美瞳后很像混血的。这日必将归于武魂殿。才叫英雄，抬头乱一转不休。严哥，这个胡列娜还真的很像，不过我的注意力在他这里。才叫英雄，抬头乱一转不休。这是真的长得这么像，还是画的这么像？真的很厉害哦。勇去战斗，才叫英雄，抬头乱一转不休，回首你在我左右。娜娜真的很适合这种性感的动漫人物，她神情跟动作真的很会拿捏的。这么多版本的胡列娜，你们更喜欢谁呢？你们觉得谁更像呢？不过接下来就是千仞雪上场了，我们就等着好戏开场吧。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